Moon。看我们这个舞台后面啊，大家的座位后方，我相信在我们现场开场之前啊，已经有很多的朋友。那另外呢，在今天整开始啊，在我们的第一场表演员为您带来非常精彩的表演。来到了我们的总决赛，是获得了决赛的资格。已经开始，地图是破碎的神庙。我们出生在地图的韩国的星际争霸二选手 Moon， 是的。然后他的对点出生在九点钟位置的就是 WE 选。在配音方面的话，等等，那么我们再看看这个录像。在这里还。CEO 全映寿先生为冠军来颁奖，我们的 IT 事业本部长何炫慧先生要为亚军来进冠军和亚军，谢谢他们为我们带来了这么精彩的比赛，让我们度。我把坏天气卸了妆，换上蔚蓝的心情，一模阳光，和晒掉高跟鞋，散开了发呆，光着脚奔跑在云端。Keep those on hold, cause I don't wanna live in a boat.